说的吗？叶子跳过来前，直接跳他头上撞是不是？刚不是已经试过在头上跳不过去吗？哎，就会扣血啊，这就不可能跳过去的哦。不行啊，他的那个树叶把子弹弹开。哦，越打越失职。哎呀，真的可以耶，我操！好了好了，班不要玩了啦，浪费大家时间的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把聊天室关掉。其实我是很有耐心的。
干，真的是被你们讲到。靠！他闪掉我的豆蛋欸，我靠！我射出去那两下被他闪掉欸。
Thank you.
干，这碰到一次也太痛了吧！碰到一次就四分之一了。我只能被他碰到四次，像刚刚那一下就被碰到后面，一定没办法过了。受不了，难道我要存档吗？这么无耻的事情我真的要做下去吗？思考一下，我不能干这种无耻的事情。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在塑料袋，而且是巨大版的。啊？啊？靠！我刚那个跳的蛮漂亮的。不行，我们这样存档存太多，真的太无耻了。我不是这种无耻的人，我们存前两回合已经很无耻哦。干没救了。
敢在这个什么？哇！哇！哎，我好像可以。操！怎么痛啊？哎呀，我好想存档哦。哎，刚刚那个完美跳，哎，哦，好想存档，你知道吗？哇哦，越来越溜了！可惜我剩一滴血，碰到就死。啊！刚我又剩一滴血，哇塞！哦哟，干！我就过了，我看我这个存档存下去就过了，我好猛哦！我终于获胜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虽然说我不是这种会无耻存档的人，但是为了大家可以继续看到后面的精彩剧情，哦，必须存档了，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！马菜鸡王就乖乖的给我。
还是有点极限的。我最后两滴血可能要在他跳到空中都超他才行。为什么突然跳不过去了呢？干，为什么突然跳不过去了呢？菜鸡，皮卡丘。好久没出现在荧幕上了，咕咕，最近开学好多妹，超开心。好，魂殿浊流，李剑青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靠，太大声了吧！干，我叫怎么叫那么大声？干，我刚有那么大声啊！干，你妈跟我讲啊，我不知道我那么大声啊。难怪你们会被吓到，那么大声，谁都被吓到好吗？哎呀！他应该不会叫我重跑吧？我跟他翻脸了。很好。这只很烂哦。你看那个样子，一副就很好应付的样子。哎呦！
看这王是不是弱智？他的这个，他这个智商加上他那个脸，是不是就弱智？你们看，他那个脸是很符合他这个技能，这个智商。看他一脸就低能儿啊！打这只王根本就不会扣血的，你们知道吗？Oh no! Right after me! 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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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! 干，一定是因为我没脱衣服的关系。哎，我今天大概玩到三点多、哦。好，三点多要休息。明天再早点起来开，明天没事，好不好？礼拜天又要开始忙了。干他的下体怎么会喷陀螺？这是屌尖陀螺哎！是不是下底喷陀螺？干那个啊，真的很大声哎！控制一下音量好吗？哦，白痴！我刚刚自己死在这里啊！下体有那么高啊？每个人对于下体的那个高度不太认知不太一样，所以你会有这样的话，会讲出这样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
干，这水管不能进去。有没有？直接敲到要害，直接死掉了。啾啾啾！话说 RN 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120秒模式？谁设了120秒模式啊？什么什么120秒模式？谁设了120秒模式啊？是谁设120秒模式啊？你设那干嘛？为什么要设这个啊？观众意见太多也不要设啊，设这干嘛？那是不是叫人家叫大家闭嘴的意思吗？干，太胖了。以后任何情况都不要设那个120秒模式啊，没必要啊！我靠，这王超烂哦，我已经看穿他的动作了。
哎干！啊！不用去限制那个时间啦，我还蛮忌讳这个的。又不是有人在软小，还干嘛的？正常发言了呀。就算有人来乱，我也觉得没必要设那个。我靠，好痛哦！怎么那么痛啊？看这个球，以后不要射那个，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射。还有那个什么，有时候不是会帮我改标题吗？看改了以后要记得改回来啊。不然就干脆不要改。上次有什么改成什么，不知道忘记改什么东西了。后来我后来换回星海干嘛的？从来干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我的标题有被改掉，那也不知道谁改的。这是帮跳的啊，这滑廊滑不过去，对不对？
我觉得他下一次那个身体弹过来那个，我可能又要死。我还没有，我还不知道那个正确的跳法是怎样。哎呦，拍够啊！不是啊，他一直把人家打下去，这太贱了吧，卑鄙耶！有本事就跟我拿着豆蛋互射啊，躲在那边算什么男子汉？我他妈可被撞死了。哎哎哎！欸，很不合理耶，我明明就跳到那个上面了，他居然没有往上走，而且我有按着上耶，我不可能犯这种低级失误的好吗？你们不要看起来好像我犯那个低级失误，我并没有，我上有按着哦，真的，你们要相信我，真的有按住上哦，真的。真的，哎，感谢红豆的订阅，感谢红豆，感谢那个我们9月30号是开台6周年哦，到时候我们会抽奖。我靠，他真的拿豆蛋跟我打，我操嘞！操你，操你妹，屌虐！用连发就是爽，订阅哦。反正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结算的问题啊。反正如果说你是订阅完直接退订的，我会把你公布哦。我的意思说那种，我不是说那种，譬如说你订阅个1天，然后为了抽奖，然后没抽到，对，然后你下个月不续订，我觉得这 OK。这是合理的，但是你不能取那个，就是订阅了以后，对，然后你是取消它，就是那种，知道怎么讲吗？那个怎么讲？就是订阅以后取消，然后你连扣款都不会扣款那种，那种我就觉得不合理了。我觉得这样子，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你去杂货店啊，不知道你去买那个公益彩券，你买了以后然后没中，干他妈你。你觉得那个他妈这个都骗钱，以后再也不买，我觉得这是合理的。但是你如果你今天去买那个公益彩券，然后抽完以后没中，然后就说老板这张没中，我要退费哦，这就不合理哦。而且你这样退，我还要被罚那个什么退款的钱，超北七的，这不知道这是哪来的设定啊？
不过其实我们这边很少，我们这边上次就只有一个而已。听说统神那边有400多个人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上推定是个大学生啊，然后后来他还投诉到那个 JT 去说我网络霸凌他，然后我就被 JT 警告了。觉得受委屈，我要帮他付那个手续费就算了，我还要被警告，真的是他妈的。但他只会站在原地，超烂的、欸。他是低能啊！我好想用专武哦，他克他的是什么？他是怕什么、啊？他怕他自己是不是？什么一罐狗？我那提神饮料好吗？我也会啊。我也会啊，哇，他射好多！晚上吧，你不用在场啊。我晚上要播比赛，播完比赛的时候回来抽，你不用在场没关系。豆浆。哦。好啊。啊。没有。他看起来怎么不像是要用这个打、啊欸？好像是哎、欸。拜拜，好呆。
让我射不出来了。这菜鸡我应该是不需要用专武吧。他只会这样转圈圈而已。啊靠！我想起来这次是干嘛的？他不是那个飞镖 大地吗？等下，飞镖大地用什么打？用 G 一的。啊！哎呀！刚刚怎么打不赢他的感觉？哇！看他真的是超难打的，怎么办？我们一罐人的一罐也用完了，看他没扣血，屌虐！我跟你讲，罐罐我们仨不喝完，叫便便没喝完了。为什么蝌蚪会怕针啊？那不蝌蚪吗？我们有存到吗？我忘记了，我们有存到吗？不好，干，这可是没一罐的机会。我刚都没存到吗？干，真的是有点崩溃。哦，天哪！
啊，靠呗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怕什么？怕自己。会怕自己一个设定真的太好了，完全不用去试啊，他怕什么？蝌蚪怕什么？蝌蚪怕蝌蚪。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啊！好那个啊，大侠，大侠，大侠，干你老师哎！这不蝌蚪吗？不然是什么？不要跟我说这是蛇哦，这是蝌蚪吧？你们怎么连蝌蚪跟蛇都分不清楚啊？太扯了吧！啊干！我把它吃掉，靠呗！爆炸怎么打？该不会要我坐飞机吧？
干！看来重来绝对是比较好，因为有两三条命，而且我的东西都是满的。这尾王了吗？应该是尾王了吧。我是射有点不准啊，还是还好，大家都这么不准吗？操！干，这个没有衣冠好像有点难打，我要闪好他的每一下进攻哎。准吗？我觉得我射得很准哎、欸。妈，十点根本射不到人哦！通道在攻三小，干那个回力镖丢出去的时候没办法走位啊！干，那子弹真的是超级难挡、难闪的。干，我以前打这关有那么难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关好像很简单啊？这博士不举欸，干，这博士射不到我欸，不举。我上次肯定是骑狗过了。
上次绝对是骑狗过的。不到最后关头，绝不轻言骑狗。OK。干，为什么蝌蚪打他有用啊？这合理吗？蝌蚪会钻进去。好像快没有那个嘞，没有那个法力了。他头那么硬啊！
干，好扣血啊！没想到把自身化成陀螺以后，威力更强。没有，若陀螺自己不会扣血啊，是因为我碰到他的头，所以我扣血啊。所以洛克人是 gay 是吧？不是吗？不然是什么？他干嘛？为什么？我看不太懂剧情。他最后那个不是洛克人是 gay 的意思吗？这样就可以合理的推测为何他内裤总是外穿。那是蝌蚪，不是蛇。你搞错，它是蝌蚪。所以布鲁斯是零号，他哥哥洛克人是一号。哎，焦度，听说你在打星海是不是？这要多久啊？我是可以直接跳掉了。
直接跳掉好不好？是不是又到了魔兽小游戏的时间了？你知道一般看洛克人都看是怎么敲的吗？刚刚不是有些人说什么他都看洛克人敲，来，我告诉你他是怎么敲的。干，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你们跟我说这个洛克人不是穿的内裤，那他穿的是什么？靠北，难得 JS3 讲出让我会想笑的话。